退休生活才是我享受人生的开始。我叫 Raymond， 今年62岁。健艺馆是我成日去的地方，因为这里的设备够完善，基本做 gym 的设备都有，好像单车机、跑步机、综合训练器，可以集中训练到我的肌肉。健身教练又会教我怎样用这些机器，又不用同人逼，又有冷气，最适合我们这些想静静地做运动的人。除了健艺馆之外，我还会去方树全大楼学跳舞。跳什么舞？当然是充满动感的爵士舞啦。跳完之后，我就会去玩 ukulele 同 acapella， 可以训练思维的协调能力，又可以认识到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我很多谢东华三院的服务，是去教识了我退休生活原来都可以充满活力的。